先拿下9分，他上半场另外有4个篮板以及5个助攻，差距首度来到5分，下半场差距最大的时刻更猛。两个人才先后开启了投篮命中率，我好再抛一个，秒钟，高国豪运到前场，简佑哲在看守他，空中一抛，哇！单手，最后一集将由东城区来掌握吗？高国豪这个假动作顶开了对手得分。更努力的那一方，但今天我们看不出谁比较努力了，大家都很努力了。对，高国豪，高国豪他在边做一个掩护，高国豪的切入插板进，种种不可思议的进球啊！高国豪跟田浩依旧在球场上，看能不能利用辛巴这个点。高国豪前入上篮，有！哇哦！